原标题：日本隼鸟二号成功在小行星罗宫表面撞出坑，采样后将返回日本航天局称，隼鸟二号五日成功在小行星罗宫表面制造陨石坑，为采集有关太阳系和地球生命起源的线索铺平道路。据共同社报道，这是全球首次利用撞击器发射金属弹，再现实际天体碰撞陨石坑的过程。该装置底部为圆形铜块，内置装有炸药的圆锥形容器，在龙宫上空500米处从隼鸟二号分离，并通过定时装置于40分钟后爆炸，借势加速的铜块变形为巨大弹丸向龙宫推进，在其表面形成坑洞。为了避免被爆炸或撞击产生的碎片波及，隼鸟二号在投下撞击装置后便迅速撤离至该星球的背面。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 5日证实，隼鸟二号已完成撞击任务，但该项目负责人吉川诚则表示，我们还有更多任务要完成，现在庆祝还为时过早。隼鸟二号将回到陨石坑，在尘埃和碎片雾散去后，采集龙宫地底下的岩石样本。科学家们希望这些样本能帮助他们揭示更多有关太阳系和地球生命起源的信息。距离地球约3亿公里的龙宫是一颗原始的 C 型寒碳小行星，直径不足一公里，但据幸运藏者46亿年前原始太阳系遗留下来的原始物质，当时太阳的行星群还没有聚合。2014年12月，隼鸟二号顺利离开地球，并于2018年6月抵达龙宫。探测器计划在2019年底离开这颗小行星，并在2020年底将采集样本带回地球。